师你好，我是努尔奈吉和平迪生，我的随身证号码是2019291415号。老师你好，我是纳比拉阿修拉宾蒂拉麦，我的随身证号码是2019268516。老师你好，我是努尔法丁法蒂哈宾蒂哈马米林，我的随身证号码是2019883336。老师你好，我是安萨拉哈尼尼宾蒂阿姆森赞，我的随身证号码是2019CE04。大家好，我想给你们介绍新纪元，他是麻辣工艺大学的学生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们，我叫纳吉哈，我正在学习。很高兴认识你们，你可以我叫法丁，我也正在学着。纳吉哈，你在大学念什么科系？你有工作经验吗？我在大学念资讯管理系，我没有工作经验。没关系，纳吉哈，你的同学会告诉你工作上的事。不好意思，莎拉，我想知道办公室的日程表可以吗？在这个办公室，你需要加班，别担心，你会加薪的。阿舒拉，不好意思，我可以借一下你的充电宝吗？对不起，纳吉哈，我的充电宝已经没电了，你可以问法丁和莎拉。我有，你就看抽屉上的背包里面。我的也没电了，麻烦你可以借一下你的充电宝吗？可以，莎拉。用好了，请放进我的背包了。Sara， 请看看纳吉哈和邦达准备今天的报告。好的，舒拉，我也打算和纳吉哈一起写报告。谢谢 Sara。等一下，我把报告放在你的桌子上。大家好，你好吗？明天你们有空吗？你好，法丁。明天下午10点我有空，为什么？我很好，明天下午10点我也有空。明天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纳吉哈，他生病入院了。可以。明天早上我要做番茄炒饭，谁知道怎么做？我知道怎么做。你先洗蔬菜，然后切番茄和鸡肉。明天我可以带水果去。明天10点，我们再见。你好，想不到你们来医院看我。你为什么入院了？我得了骨痛热症，昨天医生说我的体温很高，血压有点低。你现在怎么样？你吹得好多了吗？我好多了，但是有点累。我给你带来了番茄炒饭和鸡蛋，我和莎拉一起做饭。哇，很好吃！那吉哈，要多吃水果和蔬菜，对身体好。那吉哈，我们要做了，你多休息，希望你早日康复。好的，莎拉，谢谢你们，我现在要休息了。等你康复，我们一起去佛罗加伊
读教吧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，因为我车坏了。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没关系，Sarah，我们准备好坐飞机了。到酒店以后，我们放行李，然后一起去海边散步。哇，很好玩！我等不及要拍很多照片了。走吧，我们一起走路去海边。我们将那个博物纹路可以吗？可以，让我陪你纹路吧。等一下，我要去厕所。不好意思，伯母，请问去海边怎么走呢？没关系，你向前走，到了路口向左转，就会看到海滩了。从这里到海滩多远？大概几公里？不远，从酒店到海滩很近，大概一公里。从这里到海滩走路去要多久？大概要15分钟。假期快乐，玩得开心。谢谢阿姨。大家，我们一起去福建和看看珊瑚吧。好的，雪儿，等一下，我要去买纪念品。